欢迎大家收看章鱼的玩具。嗯，哎呀，独角兽，独角兽，骗钱兽。来来来，这个是初回版。对，所以呢，你看，这是一个独角兽形态。普通独角兽形态。这个是毁灭形态。独角兽已经不行了。在封面上呢，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封面了，不知道内部有没有区别。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好像并没有。就是封面呢有一定的区别，而且这里有一个。SP 就二十五号 RG 二十五号 SP， 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东京那个台场那里的一个就是一个虚拟的样子，就是一比一的独角兽正在建成中。对，还没上。我们这个视频正在录制的时候啊，那边已经按部就班的快要建完了。哦。但是我们这视频录制出来的时候，估计早就建完了。对。对，可能九月、十月、十一月，可能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建出来。可怕，就要制作。嗯，对。可以看到，来先看一下封面啊，就是。有些轻微的区别，因为就是封面的不同嘛。然后有吗？没看到。哎，你看，毁灭独角。哦哦，这对面，这简直就是那个什么，这叫什么？微弱的区别。不是不是，就是那个游戏叫什么？找茬。哦，对，找茬，大家来找茬。那我们就迅速打开来看一下吧。好。好，这样我们就把两盒全部都拆出来了。对。真是密密麻麻的满桌子。对，而且特别同步的感觉，双胞胎。就是。可以看出就是除了封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里都给了一个Go to Tokyo Japan 这个一个小，所有的板件都几乎是一眼扫过去是一模一样的。嗯，那我们就单独拿其中一盒来开盒看一下吧。 对， 对，就拿基础版来说吧，然后就是什么独角兽模式来说吧。好的。嗯，好，我们就来看看单独一盒的板件。先来看看精神骨架，这个复合的，这个可以看到就是比较碎啊。嗯，对，而且是你看是两种这个胶融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万代的黑科技。其实二级一直是这样，就是几种胶就是对二级的融合在一起，一些技术真的是还是蛮牛逼的。嗯，那么来，我们来把那个看一下精神骨架是不是 是有影响的。好，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可以看到骨架的那个透明粉红啊，可这个是不一样的。对，这个稍微亮一点，说明是有颜色区别的。这个更村更艳。对，更艳一点。这个也是有效果的，紫光灯效果。嗯，好，我们把精神骨架拿到一边，继续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这里是一个几乎纯白色，就是冷白色的一个板件。对，哇，非常的亮丽啊。嗯，哎，怎么感觉这盒独角兽这个板件的质量是不是好一点？你看这超漂亮，很赞。对，有一点点钢琴质感。嗯，就是，但是还是塑料的，就是有点模拟的那种。然后大部分呢都是这种浅白色的这个，然后有一小版这个是浅灰色，对，就是著名的二 G 分色。嗯，就是做一些颜色上的不同啊，增加一些信息量，增加一些细节，就让它显得更真实嘛。对，就是，很多而且就是微弱差距。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差别不是特别大。然后辅助的这个骨架的部分呢，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武器的这个部分，用的是一个灰色，但是偏暖一点。就是会经常会发现啊，就是我这里稍微掉了个件啊，就是经常会发现那个万代啊，在做灰色板件的时候，它并不是纯灰色，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加了一点点那个黄色啊、褐色这种暖色在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线的这个板件啊，可以看到就是有合在一起的天线，然后还有分开的，也就是说。它附带有独角，就是反正就是标配嘛。对，跟 MG 差不多。然后这里终于不是 RG 那个著名的那个镂空丑的要死的雪铁龙了，这次是带刻线的。万代好像终于想清楚了。嗯，还有这个根本几乎涂不起来的小人，这个没办法涂了，这个太小了，显微镜级别。嗯，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蓝色键，可以看到就是背包的部分啊，也分了这个深蓝和浅蓝。浅一点的深蓝。对，然后这个灰色键呢依然是这个暖色，说明还是蛮统一的。然后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就是透明键。嗯，也感觉是方便大家来这个就是加灯啊，就是可以看到是眼睛的部分。希望呢这套套件呢我们能尽快的把它做好。对，再看看最后的这个铝箔贴纸。嗯，就是 RG 就是真的是就是标志非常的丰富，而且就是，哦，你看 这一排排的。嗯，而且你看这一套，这个金属的感觉，对，很真实啊。就是每一款 RG 都会有这个，我觉得这是它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元素之一。是的。嗯，就虽然小但是会非常精致。对，就是之前我刚做几款RG 的时候啊，章鱼就说，哎呦，你这个这么小怎么这么精致啊。对啊，当时觉得RG好神奇啊。但是呢就是比方说那个 MG 的，就是比方说扎古 2.0 系列啊，那些就是比较偏向于动画设定的那种嘛。嗯，章鱼就说，哎，这个人
但是我就很极端，就是长得特别 Q 的我也很喜欢，就是、哦、就是七八什么的，说饿了，对啊，对对对，就是特别土特别萌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种像这种小小很精致的感觉。 好，那就希望这款套件我们的辛苦都要做起来，对，我们赶紧做吧，有两个我们一人一个，好的好的。嗯嗯。